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陪伴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，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小心的名字问候，几张两段的台词。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